他是零用钱的。我女儿就要毕业旅行，他就说爸爸，你给我们要毕业旅行，我没有钱，你给我一下做。我也是像妈妈一样，我就这些钱我给你，我就没有了。他一直笑我，哎，我跟志玲坐在这里，我老婆跟他老婆坐在后面，不小心志玲的那个口袋就漏了几张欧元，他老婆就拿来。一个月零用钱有没有10000那么多？应该有啦。不敢相信，动力火车尾牙狂捞千万，严志玲爆零用钱只有15000。摇滚天团动力火车竟然在东区街头澎湃伴奏演唱新歌《谈笑脸》，还有耳熟能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忠孝东路走九遍，穿越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。有人走的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只会在一擦肩而过的心碎。大排场就是为了宣传4月20、21在高雄巨蛋的演唱会，通常都有嘉宾啊。这次在高雄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邀请不是我们公司的人，这个就提示了。这两年我们都还不错了，成绩还不错，就算了，我们都可以半封年纪了。五十是最少了，其实会包红包给老婆？不会啦。钱都一起用的啊，就为什么包红包？他是零用钱的。我女儿就要毕业旅行，他就说爸爸，你给我们家毕业旅行，你没有钱，你给我交费。我也是像妈妈一样，我就这些钱我给你，我就没有了。他一直笑我，哎，我跟志玲坐在这里，我老婆跟他老婆坐在后面，不小心志玲的那个口袋就漏了几张欧元。他老婆就拿来，马上就拿来，太乖乖的交给老婆。藏私房钱？不好藏呢，不好藏私房钱，是因为我们去哪里演出，他都知道。因为卡费老婆有看到。就花了嘛。是，我都付卡嘛，我一刷他马上问你刷了什么？你是付卡。啊要，对。其实零用钱都是随性给我的，对，有时候不给，两个月不给这样。因为有些时候我没有在用现金啊，就大部分刷卡比较多。我的钱大部分都是买一些乐器啊什么，像我的吉他很多，那志玲的吉他也有很多，但是因为他每次要买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那个关要过啊。如果他要买东西，然后没办法一下子要刷的话，我就先刷。然后他就慢慢还钱给我，分期付款。我要刷大笔的，然后我的卡没办法刷，这个是要慢慢刷。我一直在亏他，因为他比我有钱很多。没有，我的钱都是老婆把它存起来的，我的钱我会花掉啊。哦，不会乱花钱，就是花天酒地。所以最近跟你自己也要生小孩了。生不出来呀、啊！你有按表操吗？你觉得嘞？好啊。没有每天嘛。没有每天，倒是无时无刻。我喜欢女生，喜欢女儿，但是女儿要嫁出去很难过，这样子，所以不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已经把志玲的女儿当做女儿了、啊。对、啊，那自己想生的话就好了，我们再继续操课，有55课，对，有55课。